不看不知道，山河真美妙。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正大综艺，我是张淑玉。在我们今天的旅程啊正式开启之前，一块儿来认识一下现场的二位嘉宾。首先让我们欢迎科普作家史军。大家好，我是史军。欢迎史军博士。再来认识一下文化学者赵玉平。大家好，我是赵玉平。欢迎赵老师。二位已经陪伴我们节目走过了很多地方了，今天我们的旅行目的地会是哪里呢？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他们的旅行推荐会是什么呢？咱们一块儿来看。茫茫林海，辽阔草原，这里是你触手可及的诗与远方。这里有马背上驰骋千里的畅快。本期正大综艺来到的是文化和旅游部推出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伊金霍洛镇。这是一份你无法拒绝的草原之约，这是一次历史文化的探索之旅。本初本初，近身香泊，感受魅力草原的力量美学，咸香浓郁，品尝最顶配的舌尖味道。来到了伊金霍洛镇，本地人究竟会推荐我们做什么呢？来我们伊金霍洛一定要吃炒面、奶茶、手扒肉，一定要去看成吉思汗陵、沙地绿洲、来抢博客、吃沙地西瓜。大家好，我是外景探访员韩明彤。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伊金霍洛镇。那来到伊金霍洛镇，当地人会推荐我们去哪里呢？现在我手上拿着的就是当地人最推荐的四个旅游打卡地，看看你最期待哪里吧。哇，没错，咱们今天要打卡的就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伊金霍洛镇。哇，这个地方太美了。内蒙啊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好像都是草原，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啊。确实有很大一部分是这个风吹草低见牛羊这草原啊。对，但是还有很多地方也值得我们去看。整个内蒙古这个区域远比大家想象的要丰富。我去过很多次鄂尔多斯，不过呢，草原上也是感受了一下，有这么几个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第一个当然就是骑马，一开始啊，觉得骑马就是潇洒的跨到马背上，一拍马屁股，嗖你就出去了，根本不是那样的，腿上要使劲儿，夹那个马肚子。所以为什么擅长骑马的人都有点罗圈腿？因为腿上老是用劲儿。对，从来没有想到过我骑马，我这腿会这么累，印象很深。马说我都没嫌我腿累。对，马说我腿都不累，你腿怎么累？不过我们今天我想应该会展现出鄂尔多斯是不同的一面哈。哎，到底我们来到了这里要玩些什么呢？我们首先来看看第一站。这里能满足你对草原的一切浪漫遐想，当然苍茫辽阔是它，时尚繁华也是它，喷泉灯光秀，现在全部都扑到我脸上了。但是在这样的夜晚，凉凉的水喷到我的脸上也特别惬意。本地人好幸福呀，想不到当地的夜生活这么丰富，那本地人会推荐我们去哪里呢？让我们看看，来到伊金霍洛镇一定要打卡的是豪横早茶。这个早茶应该就是早点的意思了吧？那我们明早见。草原地道的早茶一定是去牧民家里吃。天不亮，牧民图雅就已经忙活开了，为一家人准备热乎的每日第一餐是这个女主人最温暖的坚持。
别看草原上的人性格粗犷，对于吃这件事儿上一定是不能含糊的。蒸腾的热气是爱的仪式感，也是最具幸福感的存在。不同于广式茶楼里的一盅两件，这里主打分量大，内容硬，可以说比许多地方的正餐还要顶。一家三代人早早地围坐在餐桌前，是他们一天中最重要的时刻。即使是自家的早餐桌，该有的仪式感也是少不了的。铜锅奶茶一定得在一家人的注目礼下现煮才正宗。酥油打底，这个酥油现在滋滋作响，好像在召唤炒米赶紧进锅一样。炒米进锅，肉干铺满，一锅香浓瞬间绕满了整个蒙古包。砖茶撞牛奶，粗犷与细腻两种质地在此混合，碰撞出回味悠长的底味。这一步是为了让它的奶和茶更好的交融。对，怪不得这里的早餐被称为早茶，毕竟桌上的绝对主角是论锅现煮的热奶茶。最气派的主角登场后，一顿早茶就此开启。자오다치고다야라함뜻한차가워요。刚刚图阿姐已经用蒙古语跟大家讲可以开始吃早茶了，小巴托已经迫不及待了。哇，谢谢。看，我的奶茶已经到手了。哇，好香呀！它不仅有茶味、奶味，还有一种酥油的那个香味。哇，太惬意了吧！牛。围绕主角奶茶的其他食物，每样来一点儿，就已经能摆满一大桌了。看我们这一方桌子上啊，有酸奶、酥饼、果条、馓子、红糖饼、手把肉、肉包子、太阳饼、炒米、酥油、果条，还有一锅奶茶，奶茶里头还有牛肉干。原以为这顿豪横早茶会吃得颇有气势，但其实一个茶字的存在也让这个早晨多了几分闲适。一锅奶茶凉了就加热，一碗接一碗，蒙古包里的家庭氛围也随之升温。不过要问谁是铜锅奶茶的黄金配角，毋庸置疑就是手把肉了。肥瘦相间，挂着油花，一碗奶茶下肚，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它了。它就是羊肉的香味，肉很嫩，而且一点都不膻。就为什么我们有这个吃肉的习惯嘛，而且是从早上就开始吃。有这个五营养，又是个耐饿。耐饿啊，早上吃更多肉，你走一天你不吃也得能饿掉，有这么一点好。所以其实我们吃这个硬早点，也是因为以前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吃了这样的早点呢，它一时半会儿消化不了，扛饿，所以出去你放牧一整天呢，你也不会饿。尤其更好吃。叔叔刚才告诉我，这个羊肉要是加到奶茶里的话，会更好吃。对，想吃什么就可以加。想吃什么就加什么。所以在当地呀，奶茶是可以泡一切的。这一顿已经预支了我一天的食量，但是在当地人家的胃里，这是最踏实的预贴感。好香啊，酸酸的。如果你的饭量小，真的建议你有必要省去前一天的晚饭。在内蒙古的早茶桌上，即使是每样都尝一点儿，就已经撑得不行了。这一顿早茶大奶大肉吃下来，要比我以前的中饭晚饭还要顶，肚子都圆了，吃不下了。如今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转变，
但这份草原情愫依然流淌在每一个内蒙孩子的血液里。这一口咸香浓郁，就是所有游子的乡愁味道。只要手捧一碗热奶茶，故乡便不再是千里之外的记忆。你不用过于担心这顿早茶吃得太过卡路里超标，当地人习惯来碗酸奶帮助消化。毕竟是营里的东西吃得多不是吗？嗯，然后吃这个酸奶就是解那个解腻。腻，对。哦。好酸啊，为什么没有人提醒我咖糖？你太酸了，我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没带糖，你也不提醒我，尝一口。叔叔，我看您刚才喝也没加糖，您不嫌酸吗？不酸。你们是可以接受这个酸度的？熬糖以后它这个营养就变了，原味了，我们都是吃的这个原味。哎，说到原味，我发现咱们这个肉还有这个酸奶都是好食材。你看，牛奶也是自己挤出来的，羊也是自己牧场上的，所以可能因为食材比较好，咱们就有这个自信去吃原味的。全是绿色。草原上的牧区人家都信奉这句话：要暖穿皮子，要饱吃梅子。炒米是牧民生活中必不可缺的食品。你告诉我点技巧吗？你这是秘诀是不是？炒制、过筛、捶打、去糠，多次过滤后才终于得到一小碗金灿灿的炒米。牧民们不可一日无茶，也不可一日无米。炒米不仅与奶茶是绝配，也是酸奶的好伴侣。来到这儿，你可以随时停在一处移动的露天酸奶摊前，来一碗正宗的草原酸奶。为了防止牛奶久置腐坏，草原上勤劳的牧民便将它加工成各种奶制品。甜的。每到倒酸奶的季节，草原上便会香飘四溢。勤劳的牧民会举起倒奶杆，让酸奶在一次次的敲倒中孕育出醇香的味道。那么问题来了，倒酸奶只是为了让酸奶的口感更好，是真的吗？现在我们杯子里面已经放上了，就是蒙古族的奶茶。奶茶。要不我们猜题之前先尝尝。好。刚才呢，我们探访员给咱们出了个小问题，不停地打酸奶是什么原因呢？打酸奶啊，这个是要把这个脂肪和蛋白质给它分离开。有点像做这个酸奶油这个感觉。那让我们看看究竟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不停地捶打这个酸奶呢，是为了得到白酥油还有酸奶，然后经过熬煮呢，再得到酥油和奶酪，也就是我们刚刚在餐桌上在喝早茶的时候吃到的这个酥油和奶酪。各位朋友猜对了吗？再来，猜对了。哇，这个过程还是很治愈的。好多这种，比如说糍粑也会有这么打的过程，但每一次它都是不一样的，到最后不同的结果。对，你打糍粑是为了让它更混合在一起，这个是让它更分离，对，特别有趣。方法一样，作用相反，很神奇。那一说这早点哈，比如说咱们到广东，广东叫吃早茶。之前我们去武汉，武汉就是过早。安徽叫吃天光啊，都是不同的对于早餐的称呼。我们也聊聊蒙古族的茶文化。这做茶砖的茶叶都是没那么好的。那你看，草原有马没有茶，中原有茶没有马，这样呢就产生了茶马贸易。对。有的时候在一些草原地区，它那个茶特别缺的时候，一旦得到一点这种茶砖呢，是非常珍贵的。在很多特殊的年头，这个一块砖茶都可以换一只羊，甚至可以当货币来使用。所以草原上有人说嘛，可以一天无饭，不能一日无茶。对，
这跟他的饮食习惯也有巨大的关系。是的。其实，在文学作品中，大作家汪曾祺曾经写过嘛，他四次入蒙古包，是每一次入，首先就是主人端上来一碗奶茶，好像蒙古族的奶茶，所有的茶底全都是砖茶。为什么是砖茶作为这个蒙古奶茶的一个基底？那在当时的运输条件下，你不压成这种紧实的状态的话，你松松散散的一大筐子那个绿茶，你背过去不好运。所以在茶叶的大规模的流行之前，在很多的局部区域都有各自喝的这种饮品，所谓的所谓的叫茶的东西但实际上并不是啊。好，后来到了元朝以后，元朝不管是王公贵族也好，平民百姓也好，大家都习惯了说，哎，我这个，喝茶是件还不错的一个享受生活的方式，挺好。那把这个饮料就纳入到进来了。包括说蒙古族的饮茶的方式受到了这个当时的吐蕃，也就是我们藏族朋友的很多的影响，就像这个放这个酥油的这种做法，那也是藏族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融合的倾向啊。当然了，到今天为止啊，我们对于这个在草原上为什么要那么需求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其中最流行的一个说法就是需要补充维生素。是吧，这说法流传甚广啊，说哎，这不喝茶成天吃肉，你这维生素肯定是缺，特别是缺乏维生素 C。 这说法实际上是不对的，你即便缺维生素 C， 你拿这个茶补不回来。就不说这个，咱们说这砖茶黑茶这类了，就说这个维 C 含量最高的绿茶，这含量能到多少呢？100克的绿茶里面含有19毫克的维生素 C。注意，这是干的绿茶。你不可能一泡就泡100克。感谢二位嘉宾，跟着二位一起，我们边吃蒙古族的豪横早餐，边聊早餐背后的文化，太有趣了。一起吃完了这顿早餐，我们也是活力满满。那么下一站，咱们一起去哪儿呢？让我们看看当地朋友有什么新推荐。来一场博客。在本地人的推荐下，我们驱车来到了乌审旗，这里正在举办一场鄂尔多斯市农牧民健身运动会。我想这里一定有我要找的博客。刚刚听大哥说这里有博客比赛，我看到那边已经是人山人海了，咱们一起去看看究竟有多热闹。加油加油，开始了。走进运动会赛场，大家都在激烈的比赛着，侠客之情和马背风采都在此淋漓展现。如果你不擅长骑马射箭，这里也同样能够让你感受到草原的欢乐氛围。搭建蒙古包、指羊猜体重等趣味运动项目简单易上手，让你在这里也能参与感十足。现在比的是独轮运车，哎呀，稳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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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好像人更多，咱们去看一看。三头两个怎么了？三头两个怎么了？开始了，他们走那么快。这是乌审旗最流行的运动，走马竞技。乌审马属于蒙古马，是耐力型的马种。虽然体格较小，但竞争力并不亚于高头大马。他们急速踱步，四蹄如飞，靠走赢得了自己的一片天下。在牧区，马就是牧民的双腿，走马快而平稳，短途有速度，长途有耐力，是牧民们的出行必备。在这么多运动中，我发现有个项目是观看人数最多、氛围最足的。原来这里在举办蒙古式摔跤，也就是我们要找的博客。在众人围坐的博客场地，即将上演一场智慧与力量的较量。保全在不同规模的纳达牧上获得过100多次的博客冠军，今天我就要在他的带领下一睹博客运动的魅力。这一组看上去就是年龄和体重都相差的比较大。是，这个蒙古式摔跤没有
体重的大小，不分体重大小，但是你有多大多小也都可以吃。完了，你没有不分体重不分年龄，所以它就是，这真正男人的游戏。一般正式摔跤开始前，选手要做雄鹰的舞姿进入会场，这也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有气势。再加上这身极具蒙古族特色的摔跤服，不仅威风，还能够保护自己。裁判员发令后，双方握手致敬，然后才互相抱摔。没有时间限制，可以施展任何技巧，只要膝盖以上任何部位着地，就算失败，一跤定胜负。哇，开始了，那一组很激烈，现在对，而且我看他们其实不仅能这个相互闲置住，他们就是在咬得很紧的时候，还有一个飞跳出去，就逃离对方的这个闲置。我都看不过来，团体赛太精彩了。啊，小心，汪小心，哎呀，哎。既然来到这里，不近距离体验一把搏客，那可就算白来了。没想到这里有很多小朋友在练习搏客。保全告诉我，现在学校已经开设了这样的课程，虽然是力量的游戏，但草原上的女孩子也是不惧挑战的。除了小朋友，当地牧民在平时也会在草原上比划几下，可以说搏客已经成为了他们的日常娱乐运动。昨天我看到有一场比赛当中，只有您带着这个脖子上的彩色装饰，这是什么呀？这叫掌嘎，512个人里面拿个冠军，这个可以带着。等一等，我确认一下，512个人的比赛里头拿了冠军才能戴这个。要想戴上这荣誉的象征，可没那么容易，必须在旗县级、市级别、自治区级别等这种大规模的比赛中取得胜利，才能拥有这份荣誉。得胜次数越多，彩条越多，气场就越强大。宝泉大哥，我现在已经把衣服换上了，我现在觉得自己巨帅无比，那大哥您教一教我这个技巧吧。咱们这个摔跤的时候，这个把位，把位，这个地方，这个这么进去，这么抓，这么抓你一下的话，我就把你控制得太好了，你这个手就是可以说就是废了，就是可以说是废了。哦，对，我这个手就够不着你了。对，我就把你的这个手给控制了，基本上就控制了。宝泉大哥，您配合我一下。好吧，来是来，预备，动起来，预备，嘿，哇，我成功了！我刚刚已经得到宝泉大哥的真传了，我现在觉得自己可以所向披靡了。宝泉大哥，赶紧把您的这个得意门生叫出来，让他和我一决高下吧。好的，我把我的学生叫出来给你介绍一下啊。你学这个几年了？3-4年。我学了10分钟，但是没关系，你看这个身高的差距在这儿是吧？是是。我待会儿会让着你的，好吧？不用紧张，不用担心。Ready go！ 大姐，过瘾了。出色的摔跤手在掌握大量的摔跤技巧前，入门的第一步就是像我一样，要先学会如何背摔。在反复的背摔中总结经验，提升技术。我有个问题要问问大家，你们知道搏客比赛是如何进行分组的吗？哇，真的要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探访员，真的太厉害了。尝试了一下搏客哈，虽然找了一个年纪比他小很多的小妹妹进行挑战，但是显然他也不是这位小妹妹的对手。看来这个搏客比赛真的是要很长一段时间对于技术技巧技战术的这些领悟和训练啊。刚才问了我们一个还算挺专业的问题，当地的搏客比赛究竟是怎么来分组的呢？通常都是按照体重来分组，是吧？除了按体重分组，还有什么其他的分组方式？
哦，级别吧，就是打赢了上升一级，打赢了再上升一级啊。我觉得按那个胜利的次数啊，或者按等级分啊，或者说按年龄或地域。你看积分制啊，按照重量分，按照地域来分，那么当地究竟是怎么来分组进行比赛的呢？咱们一起来看看正确答案。在博客比赛中，分组是不分年龄、不分体重的。比赛是靠抽签的方式来进行，抽到哪位选手就要对战哪位选手，全凭实力来赢得比赛。你猜对了吗？没想到吧，这是绝对的公平啊！你只有力量绝对强，然后身材绝对魁梧，可能才能最后赢得胜利。是的，其实我们今天说到的博客运动就是蒙古语里面的摔跤。其实现在如果我们游客朋友们来到当地，想要比如说近距离的感受一下博客运动的魅力，那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契机，就是那达慕大会。没错啊，这个那达慕大会在最初的时候，它实际上是类似于一个军事用途的，随时检阅一下近期训练成果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是吧？哎，看你骑马骑怎么样啊，射箭射怎么样，然后这个跤摔怎么样，训练汇报，相当于这样的一个大会啊。那但是到今天为止，那达慕大会跟军事用途已经相去甚远了，它更像是一个历史的记忆啊，或者说是延伸出来的一个文化的符号啊，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存在啊。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我们理解啊，蒙古族兄弟他们的生活，这是非常有帮助的。对，其实我们在短片里面看的时候，这个骑的马儿一出来，刚才史军博士就在我身边说蒙古马。您跟我们说说这个，您是怎么区分出这不同的马种的？他们当地普遍都是骑蒙古马吗？因为蒙古马它是有自己的非常独到的特征的啊。我们看这个蒙古马，你一看它这个体型啊，不是我们平常讲那个高头大马那么俊美，你就知道哦，这马厉害啊。它虽然说在竞速上不是有特别强的优势，但是它长于耐力，对，耐力特别好啊，可以去做一个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奔跑，甚至说长时间的载人的奔跑啊，那这个是它的长项啊。那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它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这种马的品种。实际上我们中国有很多比较特色的这种马的马种啊，就是因为在当年走这个茶马古道的时候，你这个马皮不能太大啊，你这太大的话，你都是那高头大马，你道就这么窄，你很容易就出事故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不管是马也好，牛也好，羊也好，它实际上都是跟当地这个需求息息相关的。对，赶快咱们一起看看下一站咱们一起去哪儿呢？草原风光无限好，来到大草原怎么能不纵马扬鞭，感受一把马背上的畅快呢？来到内蒙古一定要骑着马儿在草原上驰骋，那感觉真的太爽了。来看看当地的朋友们推荐我们去哪里吧。成吉思汗陵，成吉思汗陵也称八白市，是八个供奉成吉思汗遗物的宫帐。这座马背上的陵寝随着游牧民族四处迁移的特点，几经辗转多次迁移，如今坐落在了伊金霍洛镇的巴音昌呼格草原上。成吉思汗是蒙古族的民族英雄，对世界的历史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今天我们将在讲解员尼格木土的带领下走进成吉思汗陵，感受蒙古族的历史文化。我们的今天所在的鄂尔多斯这个地方的名字，包括我们今天所在的伊金霍洛镇的名字呢，都跟成吉思汗陵有关系。比如说伊金霍洛的意思就是成吉思汗陵所在的地方。据传早在700多年前，成吉思汗曾在西征的路上路过了这里，瞬间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这里水草丰美，花鹿出没，不禁发出由衷的赞叹，这里是梅花鹿儿栖身之所，戴胜鸟儿御雏之乡，衰落王朝振兴之地，白发老翁享乐之邦。他希望自己去世后能葬在这里，
这也就是为什么成吉思汗陵如今会坐落在这里的草原上。眼前的成吉思汗骑马铜像就是还原了当时成吉思汗被美景倾倒而掉落马鞭的生动景象。所以不仅是成吉思汗当年要为这里的美景所倾倒，今天我来到伊金霍洛镇也要给这儿的美丽景色点个赞。这么走彤彤，为什么要从这条小路走呀？那有个敖包，当年成吉思汗的马鞭落地之后呢，就地了建立了一座敖包纪念成吉思汗。那草原上的人呢，遇到敖包的时候呢，会顺着时针方向呢转上三圈之后呢祈福保平安的。敖包与蒙古族人是心灵的路标，来到这里围着敖包顺时针转上三圈许愿祈福，一起留下美好的寄托。祭敖包是蒙古民族的传统习俗，也是各个民俗活动中的重要载体。每年农历3月21，成吉思汗陵里会举办蒙古族一年一度最盛大、内容最全的传统文化盛会——查干苏鲁克大典。大家身着节日盛装，涌入成吉思汗陵，用最高的规格、最隆重的仪式来参加大典，祈求一年四季风调雨顺、幸福安康。成吉思汗陵宫的建筑风格呢，保留了成吉思汗八白式的形状特点之外呢，也融入了蒙汉多民族建筑文化元素，比如，有浓厚的蒙古风的祥云图，还有呢，整个陵宫的颜色就是五种大自然的颜色组成的，以及顶部就是蒙古包式穹庐顶，啊，这个圆的，对对对，还有呢，有咱们中国古代建筑风，比如说，斗拱、连廊。八角重檐、八角分檐以及琉璃瓦顶，所以说成吉思汗陵呢，就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一个典型的建筑。俯瞰成吉思汗陵宫，仿若一只翱翔的雄鹰降落于草原之上。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汉族传统建筑中讲究的对称格局在这里都有体现，山形牌楼、99级台阶、陵宫顶部八角楼等都在陵园各处呈均匀对称分布，金色飞龙等中原文化建筑的风格特点也渗透其中，以及蒙古族所崇尚的蓝色、白色、黄色、红色等色彩，这些最为纯粹的蒙古族元素也随处可见。来到这里，不仅能够看到蒙古族的传统文化，还能感受到蒙汉两种文化在这里交融。进入正殿，从西至东，连廊的壁画上描述了成吉思汗的一生，陈列的历史文物记载了过去蒙古族的游牧生活习俗。那这个供奉的是成吉思汗八白式当中的其中的三座。哦，这个就是白式。对对对。我发现它这个顶好像不太一样，是吗？蒙古包那个是有天窗。对对对对。第二呢，蒙古包是圆的，那这个白式呢是有棱有角，类似于方形的建筑。这三座白式里面供奉的是成吉思汗用过的三个遗物，现在呢是国家一级文物，分别是马奶桶，然后呢成吉思汗的弓箭，以及马鞍，本人用过的，一直供奉到今天。白氏至今存放着成吉思汗生前使用过的一些物品，且八百年来保存完好。不仅如此，讲解员尼格木土告诉我，供桌上的长明灯也持续了将近800年不灭，这都离不开一个群体的坚守，这个忠诚而又神秘的群体就是达尔扈特。35岁守灵开始到现在25年了。哦，那您是第几代守护这个成吉思汗陵的人呢？38代哦，守灵人，也就是说到现在已经传承了38代。达尔扈特在蒙古语中代表担负特殊使命的人，他们是从成吉思汗宫廷守卫中挑选出的500户专职守护者，被称为成吉思汗的守灵人。他们不仅要守护成吉思汗陵寝，还传承和弘扬古老的民俗礼仪文化。历史上他们不耕种、不狩猎，世代只做一件事，专门守护成吉思汗陵。走进成吉思汗陵，一路游览倾听，
我感受到了蒙古族波澜壮阔的历史和极具特色的民族习俗。当然，蒙古族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民族，它的魅力远不止如此。民族融合的光彩不仅存在于宏伟的建筑中，也体现在他们的音乐传承里。我们在马头琴、扬琴、三弦、四胡和笛子欢乐的伴奏声中，在篝火的升温下载歌载舞。马头琴是蒙古民族的代表性乐器，而扬琴、三弦、四胡和笛子是当地有名的四大件儿。因为当地与晋陕接壤，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这些汉族元素精妙地融合其中，两种民族风格交流融合，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蒙汉交融文化，在草原之上尽情绽放。其实我们刚才在短片里面看到了成吉思汗陵，它其实就是一个结合了蒙汉元素的这样一个很宏伟的建筑，以中轴线为核心，它整体的这个看上面和下面的结合是圆顶方山，走到这个脚下有一种就是身心开阔，然后突然心就安静了的感觉。大家关注一个细节，它这个陵叫做八白氏，在八白氏旁边呢养了99匹骏马，那这99匹骏马都是什么颜色呢？全是白色的。全是白色的。据说以前元朝的皇帝每逢过年的时候，各地要供奉的马总数达到10万匹，全都是白色的。就是蒙古族他特别崇尚白色，这种白色来自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天上的白云，草原上的白色的羊群，碗里白色的牛奶，哎，对，还有呢，手中白色的哈达，嗯，白代表高贵、纯洁，而且呢还代表喜庆。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当中就写道，来到大元朝，看到他们过年的时候都要用白色代表吉祥和喜庆，这个跟那个汉族文化不一样，汉族每年过年我们要用红色。跟着探访员一起走到了成吉思汗陵里面，感受到了这种历史的气息。蒙古族同胞们不论是狩猎放牧啊，还是说跟朋友一起相会，在每一个环节中呢，必不可少的一个项目就是音乐，音乐始终贯穿其中。既然讲乐器，咱们就讲这个乐字儿。乐字儿繁体字怎么写？两边是丝，中间一白，下面一木。古人讲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这个丝啊，就是弹拨乐器，它的表现力不如竹子，就是吹奏乐器。所以你看，它这个四大件儿，是不是有丝弹拨乐，有笛吹奏乐，然后呢，再配上一个蒙古的长调，就是歌手，这个就完整了，这个就匹配了。就是我们的不同的民族在长时间的生活的融合过程中，也在互相吸纳对方的这种文化的符号啊，逐渐我们实际上是在融合在一起。咱们一起了解了成吉思汗陵的历史，也感受到了蒙古族朋友这能歌善舞，真是太热闹了。让我们一起看看下一站是哪里吧。我现在正在公园里和大家一起晨练呢，你们看大家多热闹呀，而且啊空气也特别好，让我们看看当地人会推荐我们去哪里吧。沙地绿洲。沙地在哪里？我目之所及都是高楼大厦，遍地绿洲，甚至还有成群的水鸟。跟当地人了解到，原来我所在的地方曾经就是一片沙地，上世纪50年代已经霍洛旗近一半的土地面积沙化，森林覆盖率不足3%。通过几代人将近70年的努力，茫茫沙海已经被郁郁葱葱的绿色覆盖。真的没想到，如今活力的城市是建立在一片沙地之上的，大家都徜徉在一片绿洲之中，充满生机，现代时尚。是这座城市的新标签。为了弄清楚这惊人变化的源头，我找到了治沙站的管护员王小平。
这儿就是我们说的沙地绿洲吗？这只是你看到的一小部分。哦，这么多绿色都仅是一小部分。对，嗯，伊金霍洛奇曾经60%的土地都是毛素沙地。嗯，为什么叫成沙地绿洲？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经过几代人的不间断的努力，我们用人工的方式栽植了大片的树林。我们在这个沙地上建起了一座绿洲，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沙地绿洲。毛乌素沙地不同于自然作用下形成的沙漠，它是受自然及人为因素的综合影响形成类似沙漠的地貌类型。历史上这里曾是水草丰美的牧场，由于人类活动的破坏，使得草场沙化，最终形成了沙地。这边是我们新建制沙站最西南边的一个作业区，蒙哥沁作业区。它们都是什么种类的呀？这边这个稍微高一点的，这个叫沙柳。哦，对，这个沙柳它的叶子其实就和我们平时见到那个柳树的叶子就很像。对对对，它跟柳树叶子非常相似。它们是82年的时候，它是飞机播种的方式种下来的。嗯，你看整个这个区域好大一片面积，全部是。沙柳有着非常不错的抗旱抗风沙功效，耐严寒酷暑，是防风固沙的主要树种。这些树种正努力地将所有沙地逐一覆盖，然而在一个地方我们还能见到一点之前沙地的样貌。看看这个沙丘，这是我们新街制沙站现在唯一保留的一块沙丘了。为什么只有这一块被留下来了，其他地方都被绿色覆盖了？就是因为它第一海拔高，第二这个沙丘的土壤含水率特别的低。嗯，随便扒拉开，你看这个沙子很厚，都是很干的沙子，大概10几20公分厚才能见到稍微一点点的湿润的土，所有的植被在上面几乎上是长不起来，风一吹就被吹走了，吹倒了。没错，我刚才挖了一下，大概挖了有将近20公分的距离，才能挖出这样的带着一点点湿润的沙子，所以也应该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绿植在这里才很难生存。对，我们现在一直在努力，周围它已经慢慢的把这一片给围回来，剩下从它一点点沙丘了。我觉得这个地方它更像是绿洲中的沙地，但是我相信啊，过不了几年这个地方也一定会绿起来的。捻着手中的细沙，仿若看到了过去一代代制沙人与黄沙较量的那段艰苦岁月。这份奇迹的创造者就是当地一代代的制沙人。上世纪70年代开始，当地人就开始治理沙地，他们每天研究植被如何在沙地存活的方法，对于近沙小沙就一颗一颗地种下去，对于人力所不能及的远沙大沙就采用飞播技术来播种造林。管护员王大哥还告诉我，制沙站过去的一片试验田中依然矗立着7棵50年树林的樟子松，那是老站长在70年代初从东北引种人工拉回来的。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种这几棵树能不能活我不知道，我心里面没有一点感觉，我种下去能活，在毛乌素沙地能活，那我就用它，不能活我只能淘汰掉它，结果这几棵树活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7棵有着50年树龄的樟子松，它不仅是老站长亲手种下来的，它更是见证了整个毛乌素沙地从沙地变成绿洲的奇迹。这7棵存活下来的樟子松给了老站长坚定治沙的希望，如今50年过去了，它们依然苍绿茁壮，见证着绿尽沙退，也预示着这片土地未来的样子。当年风沙肆虐的地方都已是种满樟子松的林海，当地的湿地公园水域面积也逐年加大，水体质量逐渐好转，引来了许多珍稀鸟类在此栖息繁衍，监测的动植物种类从之前的不足10种达到如今的400多种。现在毛乌素沙地的恢复治理在国内和国际上已然成为了生态修复最为鲜活的案例。旅
行的路上，你会被这美丽的景色所吸引，也会被这片绿色奇迹背后的故事所感动。特别是当你身处其中，才会真切地被它震撼，体会到心的悸动。哇，一看到跟治沙有关的故事，我就心里面特别有感触。其实我们一纵观这么多不同的地方治沙的故事，一方面是我们的努力精神，我们一方面是奋斗，还有一个就是这也需要在科学角度来聊一聊，每一个地方不同的地方治用什么样的植被就让它不再延续了呢？史军博士，对传统上的认知来说，就是我们把这个沙漠全都变成森林，哎，这多好啊，是吧？但是实际上啊，并不是这么简单。植物的生长，它实际上是跟降水是直接相关的啊。这里有多少水，能滋养什么样的植物，哎，这是自然界的规律。我们人类到今天为止，我们没有办法打破这个自然规律，所以我们还是要认知这个自然规律，并且在这个自然规律下尽可能的修复我们人类给自然的创伤。对，这个毛乌素沙地它真正形成历史并不长啊，就是1400年以后，这个区域才会被大规模的战乱呀，还有其他的一些这种开垦啊，一些这种人为的因素干扰哈，这里的这个绿色的植被被砍完了，然后逐渐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沙地的状态。那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啊，尽最大的能力把它恢复到原有它的样子。一般的植物它要是被沙子埋了一小半，基本上这个性命就堪忧了啊。所以就像沙柳啊、花棒呀、梭梭呀，包括像阳柴呀等等等等，这些的植物是通常意义上我们讲的治沙用的，经常会用的这样的一个植物。嗯，而且大家不要觉得那零零星星长着几丛灌木它没有意义，它的意义很重大。它在很大程度上就降低了风速啊，这沙子稍稍沉降下来以后，还有其他的生物会附着在这个沙子的表面，慢慢的就形成了一层壳啊，我们叫生物土壤结皮啊，就结了一层皮，把这沙子就盖住了。还真的是几代人也是守着这片地，曾经的这个毛乌素沙地，现在咱们看到短片里面真的是绿意盎然的，全身都披上的绿衣。这每一个参与到其中的工作人员，真的是他们的辛苦程度是我们难以想象到的。所以啊，眼前沙好治，脑中沙难治，需要这一代人不断的去做努力，需要我们在节目上不断的去呼吁，需要这个社会各界一起联动。形成这种绿色理念、绿色循环、绿色经济、绿色产业，才让我们的家园越来越美好。再次感谢二位嘉宾。今天咱们共同走进了由文化和旅游部推出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伊金霍洛镇，跟随着当地人的脚步，打卡了他们心中的特色旅游打卡地。如果呢你也想来一场蒙古族的豪横早餐，或者感受一下博客运动的魅力，那么伊金霍洛镇都将会是你不错的选择。期待朋友们有机会可以亲自来这里旅行。再一次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本期正大综艺节目的最后，别忘了咱们的口号：不看不知道，山河真美妙。朋友们，再见。再见。